总统支持检方调查金华城案吗？总统柯文哲一直要执政者讲清楚，会不会觉得被模糊焦点？馆长还说是政府要铲除异己。我很想问民进党说，你们真的不要我们的票了吗？这个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民进党好吗？我觉得因为我是亲眼见过陈水扁出事的那个年纪了，所以就是现在的话，我只觉得你们比国民党对付陈水扁还要更，就是用比这更夸张的方法要来对付柯文哲。这是我来的理由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很会讲话，我知道你们有想要跟阿北说什么吗？我相信他要图利是图我们全台北市市民的利，因为大家可以去算算看，大巨蛋开幕以后是多少的收益，多少人去看棒球，带动了多少这些，因为之前民进党政府一直卡消防检查，不让大巨蛋过关，所以这些事情都被拖了一年以上，只为了不让柯文哲有政绩。我们市民看在眼里，这种事情真的是绝无法接受。你们要清北重南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台北市民的权益？你们这么做，不就是把我们的选票往外推吗？我今天其实是来跟小草，帮小草，我们一起来加油。我想天气这么热，我们就一起加油。那要多补充水分。今天最主要是来跟小草喊加油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主席说吗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一直都相信柯文哲的青年。我认识他超过30年了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我相信他，那也希望他能够就是。身体状况要能够保持身体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他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这样征询，我是担心他身体上面吃不消，所以还是拜托主席，好把自己照顾好，我这样有强壮有健康的。身体跟心理才能够面对这个往后这样子，也许是长时间要往后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这样的司法的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讲说是逼迫或者是要讯问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身体要能够保持健康，身心状态最重要。我今天就不回答一些政治问题了，我今天就主要是来跟小草加油打气的。那就这样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党中央改革，谢谢各位。这个谢谢。之后还会来吗？如果这个还要持续的话，你会来持续来到？有必要，我还是会来陪陪小草的。好，对，我们应该要团结在一起。好，那你怎么看？他们有提到说，可能不柯市长、柯主席可能不想被交保，有可能吗？这个我们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觉得还好了哈，就是说。当然柯文哲如果有事哈，那没事就罢了嘛。有事的话呢，民众党本身会有一点军心受到影响，因为民众党其实基本上就是柯文哲一个人主导的政党，但是这8个立法委员不分区，他其中不少人都很优秀嘛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本身就算没有柯文哲，本身原来也是社会上的这个优秀分子。所以我觉得整个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本身必须要站起来，要坚定起来。8个人啊，然后这个不管他的这个支持度，他的表决是什么，总是要为社会大众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啊。如果这8个人他的投票、他的主张、他的质询都能够符合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期望，
不论民众党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。啊，事实上现在不是都听柯文哲的，我看那些黄国昌有他这个主意啊、主张啊，张启凯有自己的看法啊，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嘛。所以基本上啊，我是觉得这我对民众党这八个立委是有信心的。我觉得就算没有柯文哲，他们在立法院也可以形成一股这个相当的力量啊，那是蛮重要的一个政党嘛。所以我觉得蓝白还是要合了，因为不合对国民党来讲可能不过半，对民众党来讲他八席立委也成不了什么事情嘛。所以他必须啊、也只是说他很怕被人认为是小蓝呐、啊，哦，这点大家也尊重他们嘛。很多事情他们凭着自己的这个政党的主张，凭着他们的判断，凭着他们的这个选民的期待，我们尊重他们做的主张。只是我是觉得他们很难跟民进党合作了，以民进党目前这种做法，他怎么跟民进党合作呢？你怎么看柯文哲被暂停逮捕？你怎么看他当庭被逮捕？我想柯文哲是会被当庭逮捕，是因为他要离开了，哦，因为整个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嘛，啊、哦，那检察官他廉政署先出讯，然后呢，检察官要复讯，复讯的决定到底要不要这个采取强制处分，啊、哦，要不要羁押禁见啊、哦，然后将来要不要起诉？那他认为他不要受到这个夜间侦讯，也是啦，哦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搞一整这个廉政署又搞了他12个钟头，加上早上在家里4个半钟头，其实也蛮累的。我也是觉得说，干嘛一定要夜间侦讯？对当事人很辛苦，对法官、检察官也很辛苦嘛。啊，但是只是说你可以拒绝夜间侦讯，可能你不能离开了，你要在那边等。那他大概觉得他可以离开了，所以法官就说，检察官说我当庭逮捕，因为逮捕以后他才不能离开家。我想主要是这是一个法律程序了啊，不表示他就被抓了、被逮捕了啊。整个还是需要这法律的程序能够公正，啊，能够这个不偏不倚啊，那能够好好的这个走完，而不要说因为民进党执政啊，好就对这个在野党的领袖啊，就采取不公平的态度，这样民众党也不服气了，小草也不服气，就是说要公正，要有证据啊，证据拿出来啊，那到底为什么要给这个金华城那么高的容积率，把道理讲清楚。然后中间有没有对价关系？现在有几个关键嘛？为什么给他840的容积率？然后中间有没有人得到好处？那得到好处是只有应角威吗？还是有其他的人？这每一关每一关可能要把它查清楚。害你。